看着确实好吃。灵魂的辣椒呀！走，老板，我送你一头牛。走。不会又是牛头吧？不会的，传授骗过你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老板，你看这个牛，有爱心，他是个恋爱脑。走，他看到你害怕。哦，你看他都不敢看你，你看他。我看到他害怕。羊漂亮，哦吼，还挺烈啊！老马交给你了，走，老马。58，58。我们当时原油这的。今天没有颜值，没有高一点的羊吗？不是说好的一头牛吗？这也没弱。牛弹不拢，这个坐我这里我就断了。这个我坐。我坐。清洗干净，我油。把盐，鲜肉肉腌一腌，来帮个忙。点火，把牛骨放入火洞开烤。土块翻门，开始抹泥。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吧，开锅。就看你的手，小心小心。哇，这个看着有食欲啊。馋了吧？馋了。这个牛骨架看着确实好吃，但是我觉得还是缺点灵魂蘸料。这个我是专业的呗。交给你了。朋友们，简简单单牛骨架，来啊，倒上老板家的麦克香酒盐啊。倒入烫烫的菜籽油啊。再来点醋啊，哦，烫的不行。灵魂之子叫呀，开吃吧，来，我同事都流了一地了。这个好吃是好吃，但是没什么肉就没意思了。有句老话怎么说的呢？吃肉不如啃骨头。你看自己都吃了那么多，还说没意思，吃不饱。兄弟们，味道怎么样？不错，味道好极了，人间美味啊！行吧，简简单单吃个羊腿啊，来，倒上老马家的满口香酒盐，倒入烫烫的菜籽油啊。再来点醋，灵魂之子啊，叫呀！
对吧，简简单单吃羊脖子，来倒上老妈家的满谷香酒宴，倒入烫烫的菜籽油啊，再来点醋，灵魂之子啊，酒给